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。大雁过花丛的同时，在成熟时发出的声响，足以把走在路上的行人吓一大跳呢。不仅如此，自然界中还有许多未解之谜等待我们探索，包括很多你从未聆听过的声音。美人姐，你是怎么做到吃包子都不掉妆的？你也太厉害了吧！嘴巴张得够大就可以了呀。接着说啊啊，这个可是何诗哎，多少博主为了拿个推广都要抢破头的。美人姐你倒好，不声不响的就成了挚友，这可是明星才有的待遇呢。你都不知道靳总今天在公司啊怎么夸你呢？靳总哪会夸别人，肯定是想夸他自己资源广吧。还是你了解他，光顾着夸自己，也不夸夸我是怎么鞍前马后的。可惜。你也觉得吧，多好的一个激励员工的机会啊。我是说口红啦，搬砖吃土尘，血盆大口红，死亡芭比粉，五彩斑斓黑，这几个颜色哪一个适合亚洲人？你都已经是白皮了还这么不显色，像我这种黄黑皮涂了根本没法看。对这种滋润度的口红来说，显色度只能算凑合。连卸妆都这么费劲。同样是吃土，为什么不选便宜的吃？这支的价格只有合适的八分之一。看看。可是人家合适是超一线大牌，可不是一般小牌子能比的呢，就刚刚这一口都得好几块钱呢。口红的成分是蜡油、软化剂、香料和色素，差别无非在于颜色，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，我想不到任何推荐它的理由。它的包装也是蛮精致的呀，让大家花好几千就买个包装，告诉靳总不接。还是自然的情绪最重要。我还听到了自由。锦溪，你是不是又偷偷改我通讯录备注了？啊，有吗？可能是系统根据头像自动识别的吧。哎，对了，于大小姐，几天没见，你是不是又膨胀了？某人拒绝了何师，自己是相当潇洒啊。本总裁为了摆平品牌方，脸都笑皱了，你知道吗？知道您辛苦了，要不我给你安排家热玛去找不找不？得罪大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你少跟我拽高调子啊！一个博主平均生命周期只有一年，光速 flop 的比比皆是，这点道理还用本总裁亲自教你啊？发夹都卖空了又怎么样？啊，跟何时比那都是苍蝇肉。就算是块顶级牛排，煎糊了也不能给大家瞎推荐，这是原则问题。再说何时不行，不是还有辣米吗？哼，说说。辣米和合适地位相当，属于竞品关系，咱们接了合适就等于算是断了辣米的路了。说实话我还更喜欢辣米呢，我可是他们家的忠实老用户，他们的好评都是实打实的。老板你这么帅，资源人脉一串串的，把我这个野生代言人转正不也是分分钟的事儿？还行，还不算太意气用事。我跟你讲，这个行业里我靳溪办不到的事儿，别人更没门。靳总，除了优秀，我想不到其他的形容词能配得上您。哎，对了，明天的场地就在华工大学啊。品牌看中了咱们学校的温室，故地重游，你务必把沙野的推广视频也搞定。我你还不放心，就是近乡情怯，
别碰到老熟人就行了。张教授不在的一个月，日子都过得慢了，这都跑了18个省了吧？哎呀，小庄呀，就是太好强了。虽然现在青蒿素是有了，但是要想培育出产量高、抗逆性强的优质的黄花蒿，这是个世界性的难题呀，不容易的。小庄这样一跑出去就10天半个月的，这以后有了家庭可怎么办呀？别说家庭了，我看他呀，连女朋友都是交不到的哦。你来这么早，大家听说你回来了，都可积极了。嗯，哎，那黄花蒿呢？无菌活体连带根基土壤样本在温室。50山区的样本都带回来了，这次肯定能成。失败是常态。哎，这句话呀，周老师当年也总说。李主任好。主任，师弟啊，我知道你一心想继承老师遗志，但是也别太一根筋了。这青蒿素含量目前国际领先水平就是3%，没人超过。那就让中国领先世界。这有一小子。张教授早。老大早。我不记得我带过这么多学生。老大，不要阻止大家好学嘛。看来这位同学对学习很有热情。李主任应该讲过基因重组和基因交换了吧？嗯。你告诉我，如何判断两个基因重组的频率？啊？距离。去皮。感谢这位同学给出的蔬果食用建议，可惜和课堂内容无关。是距离。重组频率与基因在染色体中的距离成比例，两个基因连接的越紧密，重组的可能性就越小，重组率也越低。这个效果不错。那是美人姐天生丽质。嗯。
美人不愧是我粉的宝藏博主，早起拍摄还带妆，连化妆师的钱都省了。袁总谬赞了，我黄黑皮的糙底子，自己画的多练出来了，比别人顺手些。太谦虚了，一看你就是天生丽质。哪里，要不是有像沙野这样的化妆品，美只能是少数人垄断的特权，而不是像现在每一个像我这样的普通人都能拥有后天变美的能力。说得好，把这段加到台本里去。最后一个答疑。张教授，我有问题。就如果我在野外看见一种从来都没有见过的果子，那我怎么能判定它是能吃还是不能吃呢？我会让别人先吃。不愧是庄教授。庄教授，我研究生想转您的植物学方向，除了黄花蒿，你还有研究其他更好看的花吗？我想跟您学种花。种花？不是来捣乱的吧？太是来蹭课了吧？肯定是。在场的各位，有想过自己为什么要读植物学吗？分数线低，调剂过来的。爱吃水果，爱看花。就在去年，全球范围内还有45万人死于疟疾，其中30万是儿童，而存在患病风险的将近30亿。好几代科研人员的努力，换来了今天中国的零疟疾。但面对半个地球的人口，中国无法也不会独善其身。作为抗疟疾的特效药，青蒿素的供应在今天来看还远远不够。我们能做的虽然只是尽可能的提高它0.几个小数点的含量，但也许就能拯救几百个孩子的性命。这项工作不轻松，也不好干，想好了再是来做决定。知道了吧？下次上课随堂小测，明天上午8点前班上做作业。知道了。一课的作业单独交给你。啊，不是吧，老大？我们这款口红主要想打展男力的点。他本就是，你先不涂口红，去和不苟言笑的男神搭讪，对方表现高了，你立刻涂上口红，在展男装的加持下，小哥哥终于露出了笑脸。为了追求自然的拍摄效果，拍摄也会以伪偷拍的形式进行。袁总，我本来以为你们选这里拍摄是主打田园有机，没想到是套路心机呀。不过我喜欢。这个设计简单，但是带感，很适合我嘛。喜欢就好。卢卡斯怎么还没到啊？不好意思啊，美人，我去门口接一下他。小芳，你觉得这里好像还可以加点戏。老大，你也太谦虚了，有没有什么实验诀窍？快偷偷传授给我。多练练去皮。啊？哦，懂了，我现在就去实验室，把装片、PCR、电泳、TLC 都做一遍。你这一天天的就知道给老大添乱。哎，对对，现在是无菌苗进入链苗阶段的关键时期。老大再见。好了。啊，美人姐，这个是等一下拍摄视频的示意图，卢卡斯呢应该会穿好这身衣服过来。袁总说了。卢卡斯是新人，麻烦你好好照顾一下。放心，包在姐身上。卢卡斯是起到了吗？看衣服，就是他了。这小模特长得还真不错。要不赶紧拍吧，现在光不错，一会儿中国顶光拍出来不好看。啊，好。那我先进去啦。来，站在这边，站在这
帅哥，问一下，那条路怎么走？你怎么不问我是哪条路？这里没有给你走的路。给我哟。你们在这待着，我进去。是对不起，是我搞错了，因为我们在拍摄。我帮你一起上。那个没事，你先出去吧，我们在这收拾就行了。没有碰到他，是他自己倒的。所有赔偿我来承担。等一下有空吗？我请你吃饭。你喜欢吃小笼包吧？我记得当时你在学。我们认识吗？你不是在找路吗？要不要先想想你的脑部深度配不配在这找路？这里是学校，没脑子的人可以离开了。对不起。怎么样，救得回来吗？样本被污染，会影响结果的测定。其实这次拍摄主要是我们专业想要开源节流，就没想到。你们觉得今天方案怎么样？特别好，特别好。袁总今天辛苦了。你们也辛苦了。袁总希望我们下次还能继续合作。好呀，一定会再找你们美人姐的。嗯。这次拍摄虽然有些小波折，但还算是顺利。啊，这次拍摄给你们造成的不便，实在是不好意思。也不怪你们，是我们工作人员误会了。袁总，刚才温室里那位是老师？应该是吧，我跟校方打了招呼，这次场地借用都是跟校方协商好的。他说不用我们操心了，应该没什么大事。那就好。抱歉，袁总，希望这次的小插曲没有给您添麻烦。当然不会，今天的片子出来一定很棒，你就别担心了。下个礼拜的发布会，期待见面。
拜拜。拜拜。有来，你谁呀、啊？那个，实不相瞒，这是我老妈锦溪，我儿子。我年纪轻轻就嫁给你爸这个糟老头子，我图的是什么呀？图的不就是份安心吗？结果倒好。你爸整天在外花天酒地不回家，你这个白捡来的儿子也不让人珍惜。怕什么啊？你跟王氏企业的千金两个月前就订婚，你忘了吗？你这么迷糊，你让你爸怎么做人？我们跟王氏的合同怎么办？小姐姐，真是不好意思，这件事情是我这个儿子做的不厚道。不瞒你说，换作是以前，他在外交女朋友，我这个当后妈的是不会去管的。可是他现在有婚约在身，你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给人小姐姐道歉！对不起。再低一点。小姐姐，他都给你道歉了，我回去肯定好好教训他。你看，要不就锦溪，我跟你没完。好了，儿子，谢谢妈。要不要先想想你的脑沟深度配不配在这着陆？怎么了？你闷闷不乐的？手机。喂，小美，我知道你工作忙啊，但是人生大事不能躲呀。王秀梅的女儿，你还记得吧？就是小学你们同班的。哎，人家孩子马上就要办满月酒了。小闺女啊，你呀，赶紧趁着自己是黄金择偶期，把自己嫁出去啊。妈，你这哪学的黄金择偶期？你不要天天乱看那些情感博主的洗脑文，天天在这危言耸听的，咱能不能不做韭菜？行，我不看了啊，但你得去相亲。刚才我给你发的小伙子怎么样啊？看看哦。哇，妈，这个335号真的不行哎，这一看就是女友视角拍的，有对象了还出来相亲，真是不老实。你人都没见呢，你凭什么说人家不老实啊？那当然啊，难不成告诉我是父母拍的？哪有父母会给儿子拍这种照片？这个眼睛里一看就充满了爱情。哎，不是，那也许是好朋友啊，哈，或者同事啊，对对啊，那就是喜欢这个同事。哎呀，行，这个你不满意是吧？我再找别人给你换一个啊！哎呀，别，千万别了！什么别的啊？你说你一个人在外面，你不找个人照顾你，我怎么能放心啊？这有啥不放心的呀？干不干嘛？放心，我已经有男朋友了。啊？什么？谁呀？啊？什么时候的事？他做什么工作的？啊，就前不久吧，是同事。哎，姐，我们这段时间正好是淡季，我们回头去上海看你去。什么？看看姐夫？什么？不会吧？你们真的要来？哎呦，小美，你毕业以后我们都没去看过你，是吧？哎，你还住在学校旁边是吧？哎呀，你这一个臭孩子，我要不逼着你问，你这么好的消息还打算瞒我？瞒到什么时候？这孩子真是。好了，不跟你说了，就这么定了啊。喂。哇。哎呀，我说虞美人啊，不对，我的妈咪啊，没想到你还有用得上我的时候。说吧，
想让我扮演什么类型的男朋友？要不就霸道总裁。想多了，你不配。我不配。小芳，赶快给我找一个学校附近的公寓，青年女教师租得起的那种。随便挑，我付钱，这样配不配？那就谢谢我的儿了。小美，要么不出手，一出手就跳这么大的鱼。哎，你和庄宇高中就是同学了吧？老实说，是不是早就看上人家了？怎么可能？我在高中的时候最看不惯的就是他了。好了，我们帮我看看样品够不够。咱也没画过，咱也不敢说。小美，你说说你这情书上到底写了什么呀？能追到众人都蠢心的男神，嗯，你快说说呀。对呀，天机不可泄露。清水村的葡萄总没人会拒绝吧。有事来不了了。轻轻透着月光，我们放开手掌，我们愿望也许才不会失望。想着你的目光落在眼眶，它温暖我每个受伤。哎，我说，人家约了你，你为什么不去啊？我还以为你就喜欢这一款呢。我对脑沟浅的没兴趣。哎，昨天你是怎么形容脑沟浅的来着？原白。对，原白。比那庄宇，我倒是要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原版。就翠湖了。翠湖公寓什么破地方，里面人什么样。你别拦我，这是办公室，你不能进去。谢欣，小莫，你要是不怕丢人，我就让全公司的人都知道你干的好事。喝杯咖啡，别把嗓子喊坏了。你别跟我来花言巧语那一套，
什么后妈呀？公司门口那么大个虞美人的宣传照，你当我瞎呀？你以为我还能被你骗第二次？什么骗不骗的？别说这么难听了、啊，大家都是成年人，在一起无非就是各取所需嘛，就别自欺欺人，用真爱包装别有用心了，好吧？不然大家都……晋西，我说你是渣男都抬举你，像你这种满口谎言的人，你懂什么叫真爱？我祝你永远爱而不得，孤独终老。季总，这月第几杯咖啡了？你们要把门看好，公司能省点干洗费。我还是帮你把咖啡机换成饮水机比较好。好。我祝你永远爱而不得，孤独终老。昨天发的朋友圈都不给我点赞，我最近忙着给葡萄刷蛋呢，没时间看手机。你等着，我现在就给你点啊。不够，要把我这个月发的全赞一遍才行。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了。对了，我问你啊，你想不想吃家里的葡萄呀？当然不想。我再问你一遍，你确定你不想吗？不太想。本来呢，我是打算送货上门，既然你不想的话，那我就回家喽。李甜甜，你该不会来上海？甜甜，甜甜，真的是你！哎，好好，先别抒情了，帮我拿葡萄，沉死了。走吧，走吧。知道你想我。你这耳朵进城来能行吗？助听器带了吗？哎呀呀呀，你别自作多情啊！我本来来城里就是来修助听器的，顺便给你带点葡萄。我没想到助听器没修好，伞还坏了。幸好我把伞扔给了一个没带伞的大叔，不然你们上海这垃圾桶我都不知道该丢哪一个。那助听器呢？丢了。丢了？那怎么能行？我赶快出门给你去买一个。不用。我带助听器本来就是为了掩盖噪音。再说了，清水村又不像你们这城里，没有什么噪音，不带也没关系。我爸妈要是知道我在这不务正业，
还不知道气成啥样呢。你都住到别墅去了，还叫不务正业呢？爸妈眼里只有三种职业：老师、医生、公务员。除此之外，都叫不务正业。对了，我跟我爸妈说我已经有男朋友，可千万别穿帮啊。有情况？想多了。哇，你还带了这么古早的照片啊？这个是不是那用树来骂人的帅哥？什么树来着？原版。原版？我看他脑子才进斑鸠了。哦，斑鸠什么意思啊？斑鸠坐卧简单啊，空空荡荡，啥也没有。我看呀，这个应该叫做爱之深才，恨之切。那这个是什么情况？旧情复燃了。我跟他冤家路窄差不多，差点还以为他改行靠脸吃饭。不过他应该没认出我。风情万种，鸟类学博士 VS 高冷天才植物学教授，有颜有才的花鸟 CP， 我站。打住，他研究的是草，这 CP 名字我怎么听起来像骂人呢？老实说，你是不是对他还有点意思？不可能，看庄酸那副高傲的样子，整天把脑沟深度挂在嘴边，还对他有意思？我现在就想让他知道谁才是原本。又开始口是心非了，明明就是喜欢。天天，你看的电视剧多，你来想想办法。最常见的套路嘛，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展开说说。他不是瞧不起笨蛋吗？那你就让他爱上笨蛋。你先别上来就告诉他你是博士，就用本色去追求他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我先扮演个花瓶，把他追到手，然后……真是又老土又实用。甜甜，这么多年的电视剧没白看呀。我好像也不是这个意思吧。说不定把他追到手之后，还能解决我爸妈逼我相亲的难题，也算是一举两得了。来，制定一下追雨计划。电脑。对，我明天一大早去赶大巴，我就不陪你搬家了。关系，战况随时交流。一定要让他爱上我，加油！这里这里，把箱子搬进电梯就可以了。好。小心！教授，我来了，未来的日子相处愉快哦。上次黄浩浩对照的实验分析结果出来了吗？已经尽最大可能排除干扰变量，但数据结果还不理想。要我说啊，这实验室的设备早就该更新换代了，要是有了新设备，这点干扰变量算什么呀？哦，对了，我差点忘跟你说了，温室的架子又塌了。不过你别着急啊，我跟同学们已经修好了。这么看来，确实是那架子年久失修，跟上次拍广告的小姑娘没什么关系。哎，你是不是美人鱼？这里有没有什么隐藏摄像机啊？没有没有，以后我们就是邻居了。这是我们家乡特产的葡萄，还请多多关照。啊，一定一定。像你这么懂礼数的小姑娘，现在真的是不多嘞。哎，我有一个侄子，年龄和你差不多，不知道你想不想？不用了不用了，奶奶，我已经有男朋友了，谢谢。
置的倒是挺精致，主人还挺有品味的。怎么是你？这是我家露台。突然觉得不精致了。张教授，一定是特别的缘分让我们再次相遇。我正式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虞美人。上次的事实在是不好意思哦。这是当季新鲜的葡萄，聊表一点心意。果然还是跟以前一样没风度。教授，等等我。张教授，等等嘛。这里是私人住宅。没错啊，我就住这儿，就在202。这么巧，你也住这儿啊？小鱼，这是你男朋友啊？阿姨，他怕生，挺好的，挺好的。你看，没骗你吧？我真住着，这个我给每个邻居都送了，是我给邻居的首次见面礼，你也收了吧？不必了，已经见过了。人家都说，伸手不打笑脸人。大家都是邻居，你看，要不要？哼，我知道，是我太唐突了，不好意思哦。我把葡萄就放在这里了，那我走了。5 4 3 2，等一下。张教授，我在，是不是感受到了邻居的可贵？把东西带走。难道是因为不喜欢吃葡萄？装蒜的，我们明天见。小伙子，这姑娘等了你好半天了。情侣间啊，不要冷战，有什么矛盾放在桌面上说开了，你躲着她干嘛呀？奶奶，没关系的。我知道他一定不是故意生我的气的，对吧？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演完了。对呀对呀。于小姐，你这什么意思？庄教授，你是搞学术的，应该知道做实验失败乃是常态，哪能这么轻言放弃？那我之前给了你那么多次葡萄，你都不收。是不是想多见到我几次啊？收了就不用再见到你了。不是哦，收了代表你既往不咎，以后和我共同面向未来呀。我和你既没有共同，也没有未来。那是我的葡萄干嘛？
道今天起得早，仙巴可不是什么时候都能看见。就有人练功了，终于，主啊你！完了完了，素颜怎么见人？把我没关好。萨瓦迪卡！啊，我真是演得太好了，这素颜绝对保证。OK， 开始。是你，美妆界的扛把子，变脸秘术的集大成者，太美了！哇哦！说吧，什么事？该不会是怕我住的远会迟到吧？放心，沙野的发布会我心里还是有数的。你是不是没看微博？什么微博？跟你说，这个小区我可是选对了，旁边的公园就是个观鸟圣地。昨天看群里说，这早上能看到仙巴，我定了十个闹钟才好不容易起来的。微博转你了，你自己看。都跑到华大闹了，干扰学校正常教学。人还是要讲点道德，不要为了自己干扰别人。把人家的地方弄成这个样子，太不道德了，取关。这是可能是对家收买了工作人员，特意挑今天发网上。评论里有人带节奏骂你，说你干扰正常教学。沙爷爷怕对品牌产生负面影响。今天的发布会，你先在家避避风头吧。不过你放心啊，我已经把那天的工作人员名单拉出来了。敢在我静熙眼皮底下搞事情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我。特意一大早通知你，谁知道你不接电话，没准备什么吧？我这么懒，怎么可能提早准备嘛？你真是想多了。吓我一跳！刚刚你没出声，我还以为你偷摸抹眼泪呢。我是刚发现，我今天难得起了个大早，居然忘记说能量了。你个没腿的人，就差出门坐轮椅了。就算你记得收，又能收几颗能量？虽然走路少。我这不是外卖叫的多吗？行了，你要是没事我就放心了。我个人倒是无所谓，只是对品牌方有些过意不去。你也别想太多，我已经和品牌方打好招呼了，他们也知道不是你的问题，况且也没造成什么实质性的负面影响，毕竟树大招风，有人黑你就说明你红了，而这一切都归功于全世界最英俊的男人。行，那今天多吃点，明天接着收能量，拜拜。没关系，一个人就不能开 party 了吗？
么生物。Jada 怎么能变得和你一样优秀啊？ Jada 你就是我的人生楷模。 Jada 你怎么从来不发自己照片？大神之所以是大神，可以不用脸，性感的大脑就能征服你。哎，自爆了。收能量交那么多外卖，哎呦我天，这味儿！好像蛇精啊。才二楼电梯怎么还不开门？怎么开灯啊？你怎么进来的？工作的机会吗？我是不会放在心上的。
人类就爱说些奇怪的事。男孩心想，有时候羊群远比人类好相处，因为他们不会说话。更好的是与书独处，书只会在你愿意听的时候才会说些奇幻的故事。可是当你和人交谈的时候，他们就会说些让你不知道该怎么接下去的话题。你怎么又？嘘，不要影响我捕猎。哎，你下来。啊，我找到了，你就是我的猎物了。闹够了没有？都快一个小时了，反应该过去了吧？反应？啊，我知道了。你有毒吧？你才有毒。我没有毒。放心，就算你有毒我也不怕的。虽然我不怕毒蛇，为什么那么想吐啊？试你是谁啊？哎，俺保佑。请问一下，这是小美的电话吗？你是哪位啊？你好，您是虞美人的家人吗？啊，是的，我是她妈。麻烦你们来接一下。喂，我妈啊。喂，小美啊，这刚刚是你男朋友啊？接什么？他让我们接什么呀？我刚才没听清楚啊。接，对呀、啊。不是说你们要来吗？我也跟他说了，他也知道，我们在商量怎么来接你们的事呢。啊，是这样。啊，那他都帮你接电话了。我刚刚没睡醒。啊，不是什么你们都住一块儿了？这小美不能。孩子要自重自爱。不是，你不能随随便便就跟别人同居。不是你想的这么回事啊？不是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们
们不是在一个实验室工作吗？经常做实验会熬夜，我刚刚不小心睡着了，他把我接了电话。哦，哎呦，吓我一跳，这个。哦，是在实验室里睡着了。你看看你们年轻人啊，拼事业是好啊，但是也得注意身体。对对对，听见没有？你放心吧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啊？啊，也没什么事儿。不是上次听说你有男朋友了吗？你也得给我们具体汇报汇报，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是吧？当着人家面说多不好意思啊！等你们来了之后，让他请你们吃饭。没什么事，我就先挂了啊！拜拜拜拜。昨天为什么我会在这里睡的？我比你更想知道。我怎么好像做梦做到我吐了？没有打呼吧？我对和你共处一室没有兴趣，自然也听不见你的呼噜。对不起啊，这一次是真的打扰到你了。不好意思，我拿错手机了，我就先走了啊。等等。以后上点心，别乱吃药，害人害己。我记得昨天明明是艾米玛进去的呀。什么不该干的事吧？幸好妆没化。我刚刚碰到虞美男了，快说，我是不是错过了什么不得了的八卦？登堂入室，你滴酒不能沾，自己不知道吗？今天早上起来，我自己都吓了一大跳。虽然想快点搞定吧，但最基本底线还是要有的。